得今天我来吃火锅餐厅，因为是台湾人很喜欢火锅餐厅，这个火锅餐厅很有名，每个地方有。因为是很便宜，还有晚一点也可以这边来吃火锅。有很多菜跟肉，我喜欢这边的火锅餐厅。台湾人很喜欢，外国人不喜欢吗？外国人也很喜欢，因为是火锅真的很好吃。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吃这个。这个为什么这么好吃？非常好吃。我在土耳其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吃火锅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味道，口味非常好。我们吃饱了，以后会继续介绍好吃的东西，记得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Best of Taiwan。